唐昊恢复段之后，魂力飙升到97级巅峰。武魂殿，我唐昊回来了！他一眼就看到了在门外等候的妻子阿银。看到肢体健全的丈夫的那一刻，她猛地扑入丈夫怀中，泪水夺眶而出。阿银，不哭，小三呢？你修炼了三天，两天前，小三已经带着小五回天斗城去了。这孩子虽然年轻，可已经承担了太多责任。真没想到，是小三给了我新生。以前是因为我力不从心，才将太多重担压在小三肩头，但现在我已经恢复了，昊天斗罗又回来了，谁敢对我儿子不利，我就让他灰飞烟灭。好，你真的完全恢复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小三为我做了什么，但是我的实力不但已经恢复，而且更胜往昔。阿银，当初你为我献祭之后，我的魂力达到了92级，后来虽然身受重伤，但魂力依旧在提升，一直到95级。可现在我的魂力已经突破了96级的瓶颈，而且身体的潜力似乎被完全激发了出来，这些年所内蕴的力量仿佛全部释放出来了，短时间内我应该还会有进步。走吧阿银，我们去找大哥，昊天宗到了出山的时候了。